气的开始。不要气我，我要帮他带这个东西了。不要气我，好气啊！你又不是给我带。你要气我吗，卡斯？没有，你无所谓。你今天好，你今天好帅啊，十七。好气啊！你看他的那眼神。得知这个消息，当时其实会有一些小怀疑，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怎么可能会有公司愿意做这样的男团？我不敢相信。不然紧一点，怕你待会跳一下，当啷当啷掉下来了，棒棒棒棒棒棒棒就掉下来了。我当时觉得很适合我呀，他们说要微胖型的，而且就是长得要像熊猫的，我说、啊、那就是我呀。哎，婷婷也来了，来来来，我们刚来过来，我们刚才新团呼，来来，你带我们重新来一下，就是棒不喇叭棒。我们的 title 是 XXL 大码男团嘛，所以我们这个 X 呢，除了是有体型大的含义，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 S 可能代表的是无限的可能，所以我没气。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棒不喇叭棒熊猫糖。嗨，我是陈丁丁，丁。Hello， 我是峰峰 ，Otter。Hello， 我是嘻哈 Husky。我是十七军 ，Mr. Seventeen。Hello， 我是卡斯 ，Cass。对，毕业以后我去了北京，然后找的第一个工作是 Amazon 的客服。对呀。我平时喜欢唱歌嘛，其实我在做 Amazon 的客服的时候，有兼职做那个驻唱歌手。然后我毕业以后呢，是来到了北京做互联网行业的项目经理。我是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然后是流行音乐演唱系毕业的。然后我一毕业我在大学毕业之前呢，就开始跑各种酒吧驻唱，然后我在酒吧驻唱也有七八年。之前曾经在珠海开过有轨电车，也在广州开过地铁，然后后来没有做了，之后就来到北京做 PR 公关，然后同时也做了四年半的大码模特，一个平面模特。然后我是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影视表演系，然后后来回家之后就是在家里面的单位中国石化嘛，然后我父母都是在那里面工作的，然后延续他们的怎么说呢，延续他们的优良传统。其实对于我们胖子来说，跳舞呢还是需要一定的体力的，真的，因为我们在力度和动作精准上要求的是和正常男团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体重的原因负重比较大，所以我们要比他们付出两倍的力气和两倍的框架才能达到跟他们一样的水准。对，所以说我们平常大家平常都挺辛苦的。对，这是我们的日常，我们一般一个星期休息一天，然后平常的话早上就会在这里打卡，每天会练不一样的地方，基本保证每天练健身的时间在一个小时以上。那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吃的那些食物都很丰盛，那也可以回答很多网友朋友们就是说心中的疑惑，说为什么我们跳了这么久的舞还是没有瘦呢？因为我们都补回来了呀，就是跳得多但吃的也多啊。好，五六七走，一二三大四，三大四，五六七三大一二三四大五。我知道我在唱歌上面可能还稍微稳定一些，但是我在舞蹈上面当时是不行。记得是学了一个舞，最后的时候老师让我们背镜子跳，就是不看镜子了，就不看镜子也就意味着就是你可能看不到别人的动作，或者说提醒不到你。
然后你就得全程就背下来去跳。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跳了一遍不行，跳两遍也不行，然后跳第三遍的时候就没撑住，当时就眼泪就掉下来，因为实在自尊心很受挫。那个时候大家都能跳，但是就我不行。十七就是我的一个幸运数字了，它其实也是我比较向往的一个年龄吧，就是我觉得那个年龄有很多的热情，有很多的期待，有很多的可能。大三的时候我就跟我的舞蹈老师说，我说老师，我以后有没有可能会成为舞蹈家或者是舞蹈老师。然后其实当时我的舞蹈老师其实不是很看好我，给了我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打击，就是说啊，不，就是没有希望，就摇摇手不看。其实我当时有一点失落的，但是我后来没有放弃，我觉得说还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吧，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不可能。所以我后来我就去报了一个街舞工作室，然后当时我的街舞启蒙老师了，他说我还蛮有天赋的，在他底下我也学了很多的舞蹈街舞上面的一些东西，包括创作啊什么东西的，都是他给我的灵感和启发。天黑的时候一个人别到处乱走，经过漆黑。我之前刚学的时候就是完全不敢开口唱，高音也不敢碰，然后也不会唱歌，然后就是我感觉啊，其实像卡斯、嘻哈和峰峰都是有一定基础，然后像顶顶和十七是真的没有基础。对，我们那时候还会面临淘汰，就是每三个月会有一次淘汰制，会走一个人，如果你成绩是最低的那一位，可能会被就直接淘汰掉。其实每一次考试我的压力最大的其实还是声乐。对，十七这个真的是他的音色，他本身其实音色就本身就很好听的，但以前他的发声的那个方式不对，就经常是锁着吼。那现在最大的一个进步就是他现在声音放松了很多，他原来的音质就可以出来，而且高音也好了很多。下一首歌，我觉得你们都不需要我了。要，我为什么要？我来了哪儿？有肉色的布吗？没有。旁边有吗？您就是借一下，或者说怎么样？然后像您这几天拍的，有看到我在安排一些工作，然后以及做一些计划，其实这都是我们的日常，也是大家相信我，然后把这些事情交给我做。酸吗？晚上我们会正常自习，对，自习，大家吃完饭之后，然后可能休息一会，晚上就会自习。好了，准备飞机。学校毕业了以后，其实我当时就想说来北京发展的，但是家里面人当时就直接也是给我打断了，就是说不允许我去，然后要让我留在家里面，就是要续成他们的工作吧。就是后来我想说还是遵从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舞蹈还是我生命里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吧，然后我就
在平常的生活中我也会去跳一些舞蹈啊，然后发到网上去，就是抖音啊什么的。在几个巧合下火了几个作品，然后其实在抖音上面也后续成为了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舞蹈小博主吧。然后公司也是通过了我的账号，然后私信，然后联系到了我，然后问有这么一个项目，哎，男团，你感不感兴趣？是要做一个大码男团。当时我在想，如果我做这个事情我做不成，那我可能只是一个，或者说是一个失败的一个经历。但我觉得如果说这个事情我不做的话，对，我可能当下我是安全，但我可能我会后悔一辈子。将近20个小时，每次拍摄都是。这反正习惯了嘛，第一次拍的时候还挺累的。我们10月15号刚发了我们的第一张专辑，然后我觉得这算我个人就是我的人生成就，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其实我们的训练程度不低，我不希望别人看到我们带给大家的就是哈哈五个开心的小胖子，我希望大家看到说哦，他们是五个开心的小胖子，越看越耐看，舞蹈唱歌都非常的能扛打。同志跑，就是真的，就我觉得是跟家人一样。那你看现在谁还会说同事也不可能达到说这种地步，就是住在一块，吃在一块，然后工作也在一块，基本上都是形影不离的。大家五个人在一块每天都很欢乐，然后我们在创作作品的时候就总想把这种欢乐的东西能够融入进去，然后再传递给别人。找不到我。